那隋炀帝。
我老爸姓是姓啊，是父老爸三弟老爸老爸可以啊，我这边他又回来了啊，那你知道吗？这叫什么姓？叫什么？你说的错了，你是请进来，请进来，对，请进来，有我认识了，你人家也不少，不是这有什么意思？回到家乡了，当时各位朋友，我刚才说的，我打真儿就特别高兴，因为我来这真儿，谁听你这话啊？见过啊，废话啊，你怎么着？你要真唱，你来是个没用，我都给你留面子啊。那你还客气什么？对不对？您您好，我也还想买呀。哦，您这么大哥，当场不让步。今天是我当场不让步啊，举手不留情。哎，今天咱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压箱底儿了。你看看，我不相信这个节目，你也会。这你相信，说明你是河北省来的。昨天，今天过去是没过去。啊，昨天我连夜整理，我连夜整那个老唱片，连夜整理，也出唱片，从那弄这儿了。嘿，你都没听过啊？注意听这个，你这是你说的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你看看，哎，注意听，来到了。那一字儿写不来，一家房梁啊；二字儿写不来，上门堂堂；三字儿写不来，好像窗子儿不亮。一叫了天就亮，什么叫叫？唱片本来就是你录，不能啊，十字令。人家过去录唱片是为了挣钱，谁录这个破玩意儿？十字令不是您您还别来到啊！刚才您已经说了，说您就会三段，我还一阵儿给您整着说啊！到现在，他不也一段一段唱？这刚第三段，能说都会三段吗？对不对？哎、啊，我这人缘都回你身上了。不是，人家，哎，拿手了啊！不是，老爸您来正经，来正经的呀！今儿我要背三十段、三百段，今儿我不唱了。呵呵呵，太洋气了！您是不是没说您哦？唱一个接一个，唱一个接一个，好不容易回到电视台上，我就天大的不是多年都没找着眼来了。那你就是没眼过啊！各位亲爱的有人有没有眼您说这不用话，点灯您唱的这个我们知道。给我来南山，没给我来南山，我这个。我这脸面你快看，你说我哪儿说不清楚了吗？啊，千万别忘了你，我就看透了。不是，多日子不见面了，回到家乡演出，没两分钟吧？给我来一份，这叫没两分钟，这叫没两分钟，强。OK， 行啊，话少说一点，说不了，别闹了，无法沟通。原来我打算今天过完年咱们就结了，就完了。没想到你能给我吓住。好呀，哎，完了，打针开始，朋友们，你把手机准备好了，不用换，你把手机准备好，不到山东市里去了，咱们都认了。直播啊，在什么直播？没懒着一直在直播呢。今日起怎么样？高某人退出德云社。朋友们，这是观众的成绩。高某人什么话？今日起退出德云社。加入民主剧场的演出，我以后就不来了，朋友们啊！哎，您回去保重，那不重要，今天不见面啊！啥事？我看你怎么会有？你看看那怎么这么大脾气？这哪听得明？来这么一看都谢顶了，你看。我给你看，出个脸，你要干嘛呢？我们下班了，一个人就这样。
那就行了，
尤其是那个人啊，在外头说话是云山雾罩，照山不照脸啊。有的时候一来跟朋友聊天，正好就问住，还经常让人给搁那儿。你跟他说话呢，聊天的时候呢，你有学问，再遇上有的回答都不像话的时候呢，你把圆满的给解答解答，你给他圆满一点，你给他兜着点儿，别让他开心就现眼。算我呀，托付你了，行不行啊？这马褂穿得吗？好，明白吗？穿他这马褂白穿，明白了，对他有好处。你要自己说呀，这我就听懂了。这个，你母亲呢说你说话有问题，九十六，要跟他干嘛？要早结婚呢，您多少就有问题。十岁不你说话，天天你一脚云山雾罩，经常让人家问住了，问住了回去就难看，所以托付他从这个事儿的时候，给你往源泉处说，要从这个角度出发。马褂儿不白穿，什么都不白穿，你问问他，刚怎么说的？是你问他，你问他。哎，你还有多少？不走。那咱聊聊，聊哪方面？不走就快聊了。哦，演出费。这多少钱了？谁？这马褂。这个，嗨，这有不着穿这个，不等你再说吧。窦教授，你说进去，2028年你怎么办？啊，这多少钱了？给我日子。这个，对，多少日子？多少日子？八年。八个月，俺媳妇同意送钱，行吧？没听说意思吧？啊，现在到二对呀、啊，三千，三千这是太短了，三千那才礼拜几啊？对不对？那什么，五一给送，五一你穿就来热，我不嫌热，都是说的排练，一礼拜，最后说什么？一礼拜不行，一礼拜真太短。你今天礼拜几啊？礼拜二，这礼拜二，明天不还礼拜二？没动啊！这不废话吗？真的，那什么妇女节我不送钱，干嘛妇女节不送？你还有人过节？你这过节，这不能帮你帮忙吗？一礼拜，下礼拜二啊？时间，时间，时间，我刷一下啊！时间，一礼拜，一礼拜，别真刷呀！时间，真时间，真送啊！时间，行吧，行行行，今天十四号，明天十四号，再要十四号。行不行？你怎么算的？是不是是时间吗？时间呢？24号啊，24号我送你。24号行，晚点，夜里3点别送你。夜里3点25号，好。夜里，你说几点？有夜里3点接大罐的。你说几点？早上9点起来。下午再6点。6点进我家里吃一桌是吧？6点不行啊。上午10点。10点不行，中午12点。你还是吃了多少？10点。好好好。10点半。11点40。11点。11点20。11点10分。11点14。你俩还没记住吗？13。可以可以。你看啊，13。行行吧。行，他也不走了。不走了。快点，真累。是吗？哎，他刚才说我云山雾罩，这说话音符，您说可能吗？你我是咱们单位，不可能是领导啊，人家评选副的，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？总队长能云山雾罩吗？都知道我人家大爷，对对，您确实挺喜欢我，是您最爱的徒弟，您是云山雾罩吗？对，咱们姐俩都是云山雾罩。你不敢问，你叫刘云山，你再找不到。就是咱们怎么意思？你是俩人，咱也是那些人，您能不了解吗？是，说话也一板一眼，一个素人，一个人，从来没说谎话，说我呀。而且我跟您说，他那马褂穿着人，我不在乎那马褂啊，这也不是，是啊，同样的料，同样的颜色。这一件同样的，就这个款式呢，我有12件。我说每个月换的，对，粉的、绿的，什么花色都有。哎呀，你都花死了！我粉吧。
这个这个独特的审美啊，所以他穿着就穿着穿美没所谓，是的，但是你看他的不美，我受不了那十二分，好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明白了，穿就穿，我最喜欢这个，哎，我最喜欢，你看我这节目心情咱们喜欢的，他必须喜欢麻花喜欢大花，出门你现在这个豪车呀什么的，哎，坐。我就喜欢要做个轿子呀，老范儿，出门骑马呀，我就喜欢这出行骑马，骑马呢，跟着马路，对不对？人家有骑马的走，我学那个新西兰，这里边吧，你怎么喝的呀？就新西兰，你说吧，你开心吗？买了这么一匹纯黑色的大白马，你要这个纯黑色的大白马，对，这就跟那个纯金的小铜火花，黑白大彩电，什么都用得着。纯黑色的大白马，大白马纯黑色，原来是白马，我给上了漆。这就有点大风抽的了，你出什么许呢？我不能，我喜欢那纯的黑色的，我穿不清楚了啊。对对，我就出门我不打车，我也不滴滴滴，我就骑着这个。但是怎么样？我跟我外聊的时候，为什么有病？举报诉呢？还没说真有外聊的啥事儿。二十五点二十，我那方没钱，就这么挺好的一匹马，怎么样？上礼拜啊，调查完了，天赐的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啊，好可爱。刚说完，现在真有你，你在这吵什么啊？我心疼啊，你天天心疼了，母母子连心呢，你干嘛？自个儿都不觉着。我是可能没听清楚啊啊！您拿新西兰买一个黑的大白马，纯黑色的，怎么样？大白马，调查完了，对，当时那马叫，不是你不唱，这不可能，怎么不是？你喝了，谁的马喝了？马喝去了，这个事儿不可能，真的，真的吗？有人知道。啊！你要干什么？闲的，有事啥子事儿？哎，也有事儿，我得念念啊。有一个人啊，冬天他去一趟新西兰，买了一匹大白马。这个大白马纯黑色，你知道不抽？哎，这干嘛说的？这句话是不是在家里爸爸说的？我爸爸经常跟我说过，那没说的。他是这样啊，他是跟您这个刷黑漆哦，保暖漆，那你就觉得不保暖漆啊？但是这个马上个礼拜掉到茶盘里边淹死了。那我胡说完了，我那年哎没睡醒呢，是不是？马上嘴就说呀，马上这个事儿啊，各位父老乡亲，这都是我的话，你先朝我说。二十四号，不是二十四号，这纯黑色的大白马，大白马调查完了，淹死了，这事儿不知道。哦，这事儿是他说的，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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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啊，这还真是科学家打造的，是不是？那个，你给解释一下吧。啊，当然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您刚才解释。解释啊！他人家就刷了黑油漆啊，所以大白马变黑了。那怀疑着呀，您问这个白油漆是解决了为什么是黑颜色？您问的是我问的是为什么掉在那个茶碗里边死的？哦，你把问题说明白了啊！这个您的意思，这么大一个大白黑色马，它为什么掉在茶碗里边就淹死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你说呢？你问我呀？我是您知道吗？啊，我当然知道了，我知道，我当然得告诉。好极了！哎，我要是不告诉你，秘密，告诉你，这次他这人呢，别看这么大岁数了啊，
保有一颗童心。嗯，对什么事都好奇，哎，这个就值得学习啊。是不是啊？他这个为什么让马云调查完怎么淹死的？你给说说。他这个事儿我一告诉你，你就知道。对，不说那这个话不说不知，目不转不透，杀不打一辈子不乐。说好呀。有的朋友说我不同意，哎，说这个砂锅呀不如铁锅结实。是吗？对，我说您错了。这个砂锅这个东西啊，只要你保护的好，只要不摔它，它就没事。铁锅 OK， 铁锅是铁的，对，铁它不响了，直立。铁锅里边要是有水分，沾上空气，容易发生心脏死事。哦，最终生成328铁。铁的相对温度要求16，钢铁是112，216钢铁48加一点100。我们这个，不是上来串儿，我们上来。没问这砂锅，您问的是马调查碗里是怎么回事？调查碗里，嗯，哦，这事我得跟你好好说说。嗯，这个不是现代的啊，头些日子啊，头些日子对于现在来讲呢，那叫过去完成时，嗯，对吧？就是过去，过去换句话说都是从前，从前呢就是过去，嗯，过去就是从前，从前过去，过去从前，不去不顾，否则然而问题当然了。常言说的最好啊，它是鸡面猴面的不好看起来，是不是？刚才我们在某一个环节里说了，这个问题怎么办呢？那就把掰开揉碎喽，把它拿出来之后，仔细这么一分析，这么一考量，我这意思大概齐了，你明白了？我糊涂了吗？那说了半天没有一句有用的，我说了一些关键词，您还没回来就跑，真是太没办法，还不明白？那是啊，刚才。不让我问了啊！今天也挺晚的，各位朋友也是兴趣盎然，是是是啊！我就直接告诉你，太巧了，是不是？您受累了。这个马为什么叫茶碗里淹死的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它这个茶碗呢，它是一个大茶碗，明白吗？您这话说的，又响又不臭，不放屁是吧？哇，大茶碗是吧？这是茶碗里面有菜。不新鲜的对吧？比茶碗大的那会儿盆子是是不是？那大提子也就才刚明白，要比盆大的呢，不行，那就是水缸。哎，水缸那把子越比越不太下不去，越不越不下啊？哎，比那个水缸大的呢，就是澡堂子那池子了。好、哦，哎，这马都能下去了，马能下去了。对，那还能端着喝茶吗？嘿，谁端那池子喝茶？你说他们我得说，这个门。
高兴。哎，六目相对的时候，怎么还六目相对啊？给我马上弄上，我看看啊。六目相对，哥一圈高兴，一眼就看上这个黑色的大白马了。嗯，你可高兴啊？哎呦，你看我玩儿吧，玩儿这么些年了，我就没见过黑色的大白马。你看，我现在高兴啊！你这马能不能租给我呀？租给我玩几天，我给改别的颜色。还有游戏啊！你说那什么干妈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还是干妈。那那个干签儿，你要干签儿，怎么叫叫？不用叫，是吧？哦，怎么叫？您就啊，骑着玩去吧。嗯，你看，让于谦骑着玩去。于谦，行，那我玩去吧，玩去。您跟他们玩去。于谦，你琢磨呀，也是，人家现在听我说两句好话，还给我玩呢。我拿着什么东西跟人家交换交换？嗯。交换的心情，那得了，这马上就有了，我就收藏东西，你随便挑，随便挑，真的，真的，我决定挑您的书法。那哥们，这是习惯，那哥们，是是是是，挑一面，挑一面，他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于谦有一个锅炉啊，咱们说锅炉，锅炉，锅炉，哎，有锅炉还加呀，嗯，这太讲究了。那葫芦好极了，您给收拾怎么好了？这个葫芦啊，它是有名，太巧，是吗？它是这个流沙河的这个作用。流沙河的唐僧取经是没拿好是吧？流沙河的啊，有名，沙河流的，沙河流对，沙河流的葫芦，专门用这个葫芦弄的特别好。你说这是隋唐人的啊？葫芦它那个造型啊，面二虎的，这个口呢压口，哦，里边那个胆呢都是金丝围起来的。里边都用铜的，这金丝啊，有钱，这是讲究。再说这腰，嗯，这么大个，脖子这儿这么大，这么大，哎，大胳膊是吗？大胳膊，大胳膊，你见胳膊是不是？这钻金碧玉啊！哎，还是胳膊过去，什么色？紫红色。人家大胳膊不好，他这是胳膊高的吧？对，活的啊，活的，那四个眼睛跟嘴是吗？精神极了，四个眼睛啊。叫喊音儿，这是叫喊音儿。哦，他一看看这个，哎呦，我喜欢这个，拿走，拿走。哎，这水果了，拿走，拿着玩，拿着玩去。哎，咱们拿着玩去。嗯，他把这个就拿走了，把这马呢就换了一圈儿。哦，他拿着东西他乐呵呀。哦，对，你先回家不得了。是，他告诉你，找一茶碗，往这儿这么一坐，舀一壶热茶，拿出来咱们显摆显摆。嗯，看咱这个包包。拿出来做摆行，拿出来打开盖儿，你得亮一点。他过去打开盖儿，一阵子黄，那锅炉，嗯，这啊，出来个鸡子，什么情况？是锅炉吧？我很不会瞧啊，要打鸣儿。什么情况？锅炉精了，你噌楞一下子，抱起来了，刚刚倒一碗热茶呀，这锅炉这一猛子，嚯哟，掉里头了，哦，连烟带烫，这锅炉。蝈蝈死了，哦，嗯，蝈蝈一死，他就哎呦，我那黑色的大白马，嗯，掉茶碗里头淹死了。他马对呀，哦，把人家这胖死了，那马不给他了呀？我拿这么一换算，对呀，我说这马胖死了，回不来了。好家伙，您擦擦汗，我还说点什么？是你客气客气。行，我都不干。行，你来吧。啊，谢谢。
哎，不是，真是你换了什么样的？这么说倒是对了。我说话是超出的，其实不是云山雾罩，官儿没有了，马也没有，我瘸子呢，我还得找玩意儿。我就走这个发鸟笼城市了。哦，愿意逛逛。瞎溜达，溜了以后没什么意思，也不会挑，干脆找几个小哥们散心。哎，找几个哥们儿吃点东西，哦，喝点酒，好。我又问了一个烤鸭店，我最喜欢吃这个烤鸭了。问烤鸭店喝的，去吧。找了三个知己，上二楼。哎，这屋空气多好。窗户开开，哎，点菜吧，点。来这躺在西红柿，来开黄瓜，来这炒绿豆菜，炒点这个。好，这我一桌子菜，来点素菜。哎，对，主要是吃这个烤鸭。啊啊啊！咱要精品不精品，我们几个人一溜溜，从窗户外飞进了一只烤鸭。这烤鸭子还没脑袋，哟，得了，甭点了，撕这个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就吃这个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啊，你们麻烦事别过去。那我今儿办到了啊，坐着吃饭，大半个飞进一只烤鸭子，没脑袋，没脑袋，这叫很不亲。二，几楼也不行啊，不，这事有人知道，谁知道？他。他这不是他不撇到我吗？好啊，阿猴，哎，又来题目了，又来题目。有几个人在那边吃饭？他是这么回家啊？因为什么呢？他是马呀，万能马哥呀，马一样子的眼呐，哎呀，马歇好了啊。有几个哥们儿啊，去吃烤鸭，吃回来坐在二楼，窗户开着，临走点菜，飞进了一只烤鸭子，还没脑袋哦。您这是瞎说呀！你呢？阳光城里小啊，你看看，别在我说完了，我给你知道了，哪有这种事情发生？那你让我能从窗户外面上二楼，哎，二楼，哎，窗户能从窗户外面，哎，二楼窗户二楼飞烤鸭子没了，您这事儿不知道？哦，这个事儿也是他说的？没有，有。您下啊，非得讲，你看，他这个不能，不能，他就这样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从窗户外飞进一只烤鸭子呢？为什么他这个烤鸭子，哎，是不是这个活鸭子还得跑飞了？你问谁啊？是不是他非得烤鸭子，活的就飞得完了？哪儿吃的？哪儿吃的？你鸭子楼，鸭子楼。特别好啊，是明天你可以尝尝试。他这个鸭子楼，他这个烤鸭子啊，怎么他怎么飞到二楼去？哎，这是吧？那还真没什么呢。转圈，这是物理学。你说二楼是吧？哎，要还是新人物理学。他这个鸭子烤的时候，他烤鸭子，他有热气儿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哎，烤鸭子有热气儿啊。哎，实际上是不是飞？它是拿热气儿一吹，跟热气球一样，热气呜，上去那声音巨响，明白了吗？哦，对呀，它已经有火，有热气儿，对，所以说一下呜都上去了。那你看这包子铺这包子，卖馒头的，蒸花卷的，一次卷儿，一掀起你都飞起来了。你那包子馒头不能飞呀、啊？那鸭子怎么就不飞呢？鸭子有翅膀啊，包子有翅膀吗？包子还有纸呢、啊。哎呀，确实，你也不多看看，那不行，您那有点文化不啊？鸭子有翅膀，它怎么就不能飞？那也不像人话，不像你讲的那玩意儿。我再给你解释啊，鸭子它这烤鸭子，它这个一般来说，它都是这鸭子，你说它也挺难受的，是不是？你比鸭子还难受，对呀，老是发毛，都受罪了。哎呀，你把那点儿生烤啊，你这回加一点儿，鸭子越烤，你发完毛之后给人是凉的啊。你刷飞机呀？大碗一倒，把这羽绒服又打了，冷了，看看，他们人家热的气儿才好呢。你这一来了，你自己烧着了。
你跟谁要的气呢？你啊，你打我啊！你好呀，这丫头她非得不想说话。哎，你说呢？你说呀、啊？你先看看别人怎么样。看丫头楼的丫头，她是她怎么的？对了，别人家的别人，这家双丫头，凭什么丫头楼用外卖？用外卖？这我没猜着，我再说一遍。没猜着，我给你解释。好的，丫头外卖，哎，你平常用你的外卖。这送外卖的呢，他弄这么长啊，一根小笔啊，头上一钩，这钩呢挂了一下子脖子上，挂在他到这儿，到这儿撅着给送钱，拿这儿套路堵了，这么着送钱。这小伙子呢，这么着送给丫子，送丫子对面来人的没留神，没留神踩着脚了，俩人因为这个打起来了。哦，哎，小伙子山东人，没人，哎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回事？你赶紧走这儿踩脚。哎，小子，怎么了？我还打你呢！不，你打我，我拿小鞭子揍你！你注意这字眼吗？我拿小鞭子揍你！啊，那个揍两下，他明白了吗？他可就忘了，这鞭子上还挂着个鸭子。嗯，这鸭子脖子多糟啊！嗯，鸭子脖子好听气的嘛。是是，见过见过。拿个钩子呢，这一甩，这脖子就断了。哦，那鸭子就飞出去了，正好这窗户开着，大开的窗户进去，压低，正好掉进桌子上。他们一看，哟，从窗户外面飞进好鸭子来，啊，还没脑袋，咱吃吧。吃这个，那脑袋呀，还在那钩上挂着呢，你明白了吗？我也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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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么说，坐这儿拉着走啊，你怎么说，是不是，哎呦，哥想说不说，你想说不说点说吧，哦，这像话不说话，这真是大不了，算了，那我大不了，我怎么这样，谢谢，我给你鞠上一鞠，好，好的，谢谢啊，今日我懂了，多事，帮您事儿好，二号，转一个月，唐僧，说一个月啊，再到我处，再到我打卡，好吗？行，还有什么？再到我处，真的吗？你那别说，差不多，嗯，还有一个话题，哎，这个刘明啊，我建议啊，要是刮风，我警官强大号结束了。在屋子，咋个出来呢？啊！
采访吗？没呢。在哪呢？在宝鸡道。我的天爷啊，就是宝鸡道。这都有了。没事，你就等着呀。在唐山跑。还有多少？在唐山。唐山。完了，大车转到唐山。对吧？唐山有一名叫小三。那是个老地方。我听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还真是。我说在哪？我当时这么点儿钱关注吗？压着你去。我拿起那小灯笼卡，嫂子走了，这警察我没见过，屈指脑袋跟咱去差这么大，好家伙，俩虚脱跟电线杆子一样，屈指伸长，我操，十里之遥。这个古曲演出之后，然后最后是四天相声丁丁义。但是我们的古曲社的老演员、老太太、老先生都七八十了，你扬完了之后都喘不上气儿，对吗？所以说老太太说再演那么些日子吧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合同也都签完了，所以呢就把中间古曲的演出我们就摘出来，搁到五月份啊。所以说您看前些日子我们在天津唱了三天京剧。然后这儿有几天相声，它是这么一个原因啊。这几天呢，就于老师在拍戏。于老师是去年跟人签的合同啊，也没想到现在环境啊都顺利了。于老师那时候这不是签了俩戏，我说你去呗，是吧？你演员挺好看的啊，天天跟在一块儿有什么意思，是吧？我们快去，快去。于老师，我看看时间，我争取。四月底或者五月份演出，我怎么跟总理打架了？我就跑出来啊！我有的人请假，请假你来回去呗啊！到时候再唱啊！这些日子呢，所以说昨天开始，当天今天是第二天啊，明后还有两天。今儿跟老高、小南一块儿，还有我们的吴奇斌来着。老高是我们这儿很有特点的演员，你看昨天张云雷在演，昨天站台上有演晕。他那个观众小孩儿多，是吗？在那儿嗷啊着叫唤着，高兴。热情。哎，你高老师的粉丝呢，就是年龄稍微大一些。所以我们说话，我不敢大声说话，怕吵醒了高老师的粉丝。真的，这个说明什么？就说明我们的演员就是马不良天，各有所长。哎，您说爱听网红风格的，我们有，是对吧？你爱看好看的。也有，你爱听老艺术家范儿，也有。各式各样的风格，这四天差太了，人凑齐，满足不同观众的不同口味。很多周都不一样，听相声，我爱听老的。对，这观众啊，坐那儿跟一块儿较劲啊，也跺脚跟着喊，啊，这边一身汗，大便一出就跟洗完澡似的啊，哎，受不了啊，也有爱听老高这样，这跟吹气也是一样。最近观众就是有的爱听那个高峰大嗓拉个门坐着脚上去，有的就爱听那个全韵味啊、腔啊、字啊，你们爱我爱这个上频，
啊，剧场就卖四百多，哎，这四个观众跟着演员他也高兴，这就是可以，没有谁对谁错，艺术人员什么叫好，什么不好，你觉得好就是好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感情这种，哎，有，你比如说我上学时候我是这个我们班的一个女科代表，我说起那个，你不说。好了啊，这是我当年在清华这会儿，这没劲啊，对，有同意，有同意啊。你比如说英语啊，当然我不好，化学啊，我就喜欢，你有喜欢化学，我又喜欢历史，又喜欢地理，我喜欢化学，他初三才开的。我那会儿同班，你知道吗？小时候就是上学之前、学龄前，我那个住我们宿舍那个就是天津市红桥区啊，我住小时候红桥啊，汉桥啊、红玉庄啊、西玉庄啊、北风林啊，那是我的领地。小时候在那儿上学，我们小时候应该六岁半七岁吧？啊，我们刚七岁的时候，我记得伟大来找来了，找来我父亲说不行，太小。去了闹了你们就没让我去，我说去正好住在咱们一班，哦，我同班有一个化学特长生，你说这不是化学方面确实有点跟人喜欢，人家那天儿怎么这么冷啊，一下雪就是说就这么厚，真是哎，我一到他雪化了我们就上街就玩去，就喜欢化学，化学啊不重要，我告诉你们这儿报学里什么都学，是那个海鲜呐、啊、有这学校，我们这叫农学院，外企的学校啊，他真是他这种天津那个大学中，对啊，在这个农学院那会儿，农学院，农学院，哎，农学院学这个海鲜系，水产养殖，什么都海鲜系嘛，南京大学是不是？但是主要学海鲜啊，也挺好啊。对这个高蛋蛋在我们这儿，我爱好蛋风的，不学识啊，一晃起来好些年了，好几年了，这是我师弟，对，这是我师弟啊，他的老恩师是我们相声前辈德云，哎，就说这个老前辈，一晃高峰在德云就来到了工作，是吧？他还给我还来，他那会儿就创好多人啊，创好多人，没错，不是您是创立德云社。那应该的肯定都不管了，十八年嘛，那我四十年股份了，你别看我就是股份，我跟你一样。你说，哎，你这孩子，我一说有，你就点头就行了，对，要股份，哎，太好了，你高顺的人，哎，高那个没有，高顺，哎，原来高顺，我看了他真不错了，我给他很多推荐，我直接干真的。我是唱的哦，那大表面儿啊，来怎么样？来一个，我们说海宁歌词，他要叫手饭，那是一回事儿吗？啊，那个大叔啊，年纪也大了，不像年轻的时候嗓子那么冲。所以现在人在台上不是你想唱，身体顶不住。大姐，全那大姐让唱我都唱了。好，那个唱什么来着？姑娘，白头发，双大母，姑娘。好，这个你看，这大概这五六位，我让我很感动。嗯，就说明他们对相声特别了解，对吧？都是行家啊。那个工作人员给那几个弄的。帅的观众不好糊弄，就是猪头太太。对，嗯，那个猪头太太，就说两句不累啊。他这歌词猪头太太，嗯，没有这个名字，他这怎么来的？猪头太太编的这个名字，因为当年啊，这个唱海宁歌词啊，反正也就是一段啊，后台有时候瞎起一个小名字。你比如这猪头太太。啊，高楼大厦下三台，一定要骷髅到春天啊！对，就是后台说这个唱一个死要财，他就说你骷髅唱的反正要钱嘛，讽刺那个人太爱钱了啊，他叫死爱财，
你看这个后台说还行，你真搁在台上，你让主持人说他也不像个名字，不好听啊！我就给编了个名儿，编叫骷髅派。嗯，好了，他就出版过，他都正经写上《传奇怪物骷髅派》啊。您得找他们要钱啊！嗯，差点给您听听啊！要是我也看见好多这朋友在网上说说郭老师看着老了，没有啊，岁数大，声音也要有点冲啊。人家说的对，所以说呢，达不到您的要求，各位多原谅啊，多客气。但是敲桌子的声音还是更响，没敲桌子呢。遇见了骷髅岛我的尘埃，壮子兄一剑发了恻隐，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，葫芦里倒出来金丹一粒，那一半红来一半白，红儿只得是男儿汉，小人